没有啊，哎、欸，我看不到你啊。僵尸开窗户了。哎、僵尸都会开枪了，他会开窗户有什么特别的？哦，也是啦。僵尸还会讲话、啊。可是我看不到。对啊，还会开门出来把你关起来。还有剧情。就明明一开始是很像鬼屋的游戏，玩到后面现在变成僵尸还有智商。他把那个，我听到一个人进来的时候被他打死了。哎、欸，我怎么是画面黑的？那、欸、昨天应该是我们进来的时候，那谁？两个被打爆了。哎、欸，别打他，别打他！哎，白痴哦、喔！还说他会被射了。哎、欸，有啦，他开门了啦。对啊，所以我昨天把他打死了，不行，不能把他打死。有了，把门全开就会关了。PD 还是被杀了。Q 这百张。对啊。哎、欸，就这样子而已啊。破关了。没有。靠，这关就是要让他们打死人就对了。对，让他们打死，然后就过。那就只是看剧情的嘛，这关。哎、欸，破关人家一起打错。我敢问。门破了。为什么？补一个！哎、欸，只剩散弹枪而已哦。他说 ：“I get you。”没有，我有。我干！你这什么武器？哇塞！不是那个家伙是谁啊？这谁？这谁？阿基巴，为什么你有这个？哎、欸，你们外挂怎么都可以选啊？哦，这是我们的人还是 NPC？ 啊，是啊！车赶快开走啊！这不能开吗？阿基巴，不能啊！不能开！所以就是我莫名其妙有人开车过来接我们就是了。感谢。有啦，有一个叫 Cup 啦。这边这个警察，这个警察 Cup。这边，左这边吧。这里吧。对啊，我这边啊，去哪里？这边。这边炸啦，看不到啦。好屌，僵尸会拿枪哎、欸。玩到现在变成一个超屌的游戏哎。哎、欸，门锁住了，我们在地下道，我要敲掉啊！哎、欸，补个！哎、欸，到底谁还在发飞弹啊？我啊，我被放生了！下车了！我下车了！为什么我枪全部不见，只那把散弹枪？哎呦，我吓死我！吓屁吓！他突然出现黑暗之中啊！哦，可能剧情吧，我们只剩一把散弹枪。被吓到了。对，只剩散弹枪了。那、欸、怎么开门？我看山上没子弹了，警察叫我们跟他走、欸。哎，警察在哪？里面啊，有啦，这边有子弹，这边有子弹可以捡。所以就是这个警察是活人，他还没变成那个僵尸了。对。来，哎、欸，小贾不见了。小贾换人了。不是，这里。啊，警察要来，警察你不要丢飞弹，丢飞弹他就不会靠近。你要来这边，警察会过来开门啦。他是还有 NPC 系统。哎、okay, ，Follow me。来。Yes. 被老皮叫吓到。饿了。来呀、啊。我说被老皮吓到，整个人往后仰。我也被吓到，好不好？你看我的饭已经停在几天头上了。这是一个受惊的。他正在跟着我、啊。你要带他过来，要带他过来。哎、欸，小贾换人了啦。小贾是谁啊？小贾怎么换秃头了？小贾换老虎哥了，啊，我是小贾，嗯，你现在换你小贾了，谁在那边呜啦？谁在 Skype 上面呜来呜去？不是啦，那个是 BD 帮你服务一下。谁在叫？谁在叫？我听不到。啊，不是啊，啊，现在重点是怎么办？门打不开啊，我在你下面。不对呀、啊，哎、欸，这里，是不是这个？不要打、啊。好像也不是哎、欸，奇怪了。然后嘞，找一下，一定有路。还是刚那个门呢、啊？这个门吗？这里啦。哎呦，对嘛，这个门叫什么叫？因为这个门刚打不开。哎、啊欸，谁死了？被门夹死了。哈哈。没错，这里。哎、欸，这叫声配音真的很恶心哎、欸。那个警探是老大、啊，哎呦，天！是那个子弹很少，是那个士官长吧？对，士官长他是幕后元凶，失踪人口。上二楼了。有雨伞。哎呦，怎么会这样？
等一下，我把声音开大声一点。干什么？我被吓到了。所以士官长他走了之后他把门关起来了。哎，我开了吗？这里吧，这里啊，这里。按了吗？我按了。那大门应该开了，大门应该开了。这里。门开了吗？门开了吗？门开了吗？开了。都可以。哎、欸，走。Yeah. 好想开车哦。我也是，我只想继续开飞弹而已。对啊。这里。不要开火车啊，乱撞。进去开个散弹枪，幸福快乐。快乐是神仙。哎、欸，我觉得我可以拿那个飞行雨伞去敲僵尸啊！有活人吗？我听得有国人，他被我打死了。有国人吗？嗯，欸、僵尸，哎、欸，蜘蛛头好酷哦！僵尸会呻吟，超恶心的。变态了，变态了！都开了吗？为什么国人头被门夹住了、啊？还叫上车？上车吧，补一下，有，哎、欸，补个，我没有补包哎、欸，谁六五？耶、yeah, ，谢啦，这谁啊？阿 Kiba， 你现在变成那个奇怪的博士了，我也要补血啊，大哥，哦，有，对，不行，那怎么说？鼻涕酒包，我天哪，这游戏开始马上晕了，哎呦，欸、我不会晕，哎呦，我怎么会晕？对不起，我晕了，来了来，补血。你有东西了吗？打不开呢，应该是去别的地方了，我猜。这里吗？哎呦，哎，还是没有哎、欸，为什么你没有补血包啊？ Okay. 啊，这里，飞行伞，打错人了。小甲，你挡到路了啦，小甲。啊，我的飞行伞呢？地上吧。哎、欸，这里有铲子，这里有铲子。哎、欸，铲子好。好帅哦。Yes。他说老皮去上屋顶。你们人呢？哎、欸，这边好像可以走哦。哦，你们走到后门来了。哎、老鼠，有老鼠。他们说又在共用爱之针头。没办法，爱之深。哎呀，什么东西？老鼠，敲不死啊！哇，好，僵尸鼠，哇靠，超痛的！一只老鼠把我们全部人咬死，怎么回事？这边啊，我这边啊，太屌了，出来了，太强了！耶、yeah, ，你要补血吗？被一只老鼠 S， 我不能帮你补，因为我没有。我想补啊，但是我们补不了啊。这边啊，屋顶啦，上来。屋顶哪里？我听到老鼠的声音了，但是这边就有个洞啊。有屋顶这边可以跳，可以上来二楼。这游戏玩起来好头好晕哦。是跳过去吗？跳对面去吧，应该是。因为我看到有个板桥。好，有一个摔了，好两个摔了。我跟你讲，这有技巧的好不好？你们的技巧不够好就会摔啊。好了，我也摔了。应该是要太远的了。应该是要到。过了对面，哎、欸，你跳过来了，要跳窗户哦，原来如此、欸。我当掉了，这个游戏不给我玩。卡位啊！任务卡位啊！上你啊！滚他妈！哎、欸，跳，前面那个。当掉了啊！你当掉了。我当掉了，我想跳啊！你开视窗模式玩好了啦。你按 kill 自杀。没有，他已经宕机了。有啊，他离开了。他的阴魂已经消失了。哎、欸，从哪里上去啊？从后门，从后门。Okay. 哎呀，妈的蜘蛛啊！干，什么东西啦？这桥可以打断吗？不行。哎、欸，桥断了。嗯，这桥。这里。没有，桥在这儿。里面好像有人哦。为什么到时候就敲锣打鼓？不过我觉得他这建筑也太……哎、欸，有人在叫啊！他的建筑也太简陋，你不觉得吗？建筑里面一个家具都没有，就是可能有一张椅子就这样子。谁家里面只有一张椅子啊？你骗我、啊！不要打，里面很多蜘蛛啊！打！三下九十五
哎呀，我掉下去了，爸，打不开。哎，哦，哎，你们怎么摔下去啊？哎，里面有字，里面有字。他有没有地下道？这里面有字啊，看一下是什么。他说 map change， 叫我们换地图，换地图。所以呢，我们换下一个地图是不是？对啊，应该是吧。好吧，好吧。进来就换。哎，哦，有了，有了，有了。进去一下。哎，聪明哎。哦，所以是第十六章喽。听说这个游戏有十七张地图啊。十七张。对，十七张。那快结束了。对，快了。哇，僵尸还会从天空而降哎。小甲蜘蛛。哇塞，是相生嘉年华，不是，这边有一个，哎、欸，超帅的，超帅，这边，这里，哎、欸，快看，哪里？这，嘴巴插什么东西？他这边嘴巴插一支枪、欸，哎，为什么？哪里？散弹枪，这谁的尸体啊？你看他左手金刚狼，右手是那个拿那个什么讲菜刀啊，好猛啊！哎、欸，这是改造人哎、欸，改造人，大魔王吧？生化人。也太屌了！哎、欸、靠！门锁起来，另外一边开不了。嘴炮的最、啊、最佳代表。跳过去啊！开了。哎、啊，跳过来开了。那开了吗？那边对面吗？对面看看对面。没有开啊，没有开。还是没开吗？没有。这边啊，墙壁上面有东西啊。墙壁。哪边？那个按过了，按过了。应该下水道吧，我猜。奇怪。欸、另外一边呢？这边有东西吗？哎、欸，补个，没有。你剩十滴血啊？谁去啊？有。哎、欸，这里有东西。哎、欸，我怎么变了一个糟老头啊？哎、欸，各位你们在哪？哪里有路？下水道。哦，有，来。引枪致敬。哦是要开这边吗？这里面有一只很恶心的东西，我刚好听到它的声音，可是看不到人。哎靠！要好大只哦！哎呦，小甲蜘蛛啊！不是啊，有只好大只老鼠在前面。哎呀！呜、哦，谁那边啊？小甲蜘蛛，蜘蛛啊！开不了。死了！往前！有一只很大只的老鼠。哎，又来了！小甲，你管好你自己的小头好吗？我的头在我身上啊，那是我的分灵体、啊。不是你的小头啊，那分灵体啊？什么分灵体？我还混元体耶。你的小头到处乱飞。哎、欸，老坏，快，等你。回来了。干嘛？最后一张了。最后一张了，快过。快到最后一张了。你还在开台？对啊。你还在开台？对啊。我们在玩那个啊，最后一关了。哎、欸，奇怪，为什么没有路？对啊，为什么？我还是去吃宵夜好了。这边啊，这边，这里有路开了。这边有一个按钮被我打破了。这边有路啊，这边有路。有路吗？哦、哪边？来啦，等你啦。你说哪边有路啊？刚才我们走的那里。下水道吗？对，下水道。好。那边。我的手电筒没电了，要有人开路。你看，观众说心结。有心结，哎、欸，换地图了，又换地图，又换地图，最后一张了，最后一张了吗？最后一关，应该是吧？不是说刚死掉像十七吗 ？Yes， 你扎死掉了，这里有箱子，有子弹。他说破关就关台了吗？还是玩别的？当然关台啦，没有动态模糊啦，这个游戏没有动态模糊。这边啊！哦哟，这边打破，这边吧、哦，跳上去吗？跳不过去了。小甲行不行？我来。小甲，你不行啊！小甲，跳蹲啊！被卡住了，一个卡住。哎，直接把这个打掉就好了嘛。有了，开！还有。地震！又地震！后面。什么东西？有在讲话。啊！好惨啊！地狱犬，地狱犬。
哈利，不要咬我，哈利！哈利！哇，连第一拳都出来了。还有，这边。哇，好多、哦！搞什么鬼？你这边有楼梯下去，另外三嘛，另外边不能开，不能开。走吧，走这边吧。我怎么觉得下去会被电呢？他们说月没有啦，没有每天被电的啦。哦，这里感觉，哎呦，后面有头啊！有动动，跳！啊！哇，这里是哪里？流水大哥，刚好臭啊！啊，好臭啊！有一种西门的味道。哎，有人要出来了，有一种西门的味道。哎、欸，我当了耶！他不给我玩。哎、欸，我觉得我们这玩地方有一阵上山下海，你不觉得吗？有鳄哎、欸，有鳄鱼哎、欸，有鳄鱼。啊，这边有路，这边有路。一个会吐口水的鳄鱼。哦哦，就这只，就是那只大老鼠。我说西门町的味道，哎、欸，味道，西门町的味道。西门町是什么味道？有年轻的味道吗？对，年轻的味道，西味，有一种西味。What the fuck？哎，又来！好啦，破烂机器人啊，等破关完，破烂机器人、欸，他们会吐个奇怪的东西，难怪这个刚有西门的味道。这个应该可以动哦，要把它推下去是不是？问题是要推去哪里？应该是这个吧？有了，把它射掉，把它射掉。推，推去哪里啊？仓库方，应该过不去吧？推下去看看、啊。Yeah。所以呢，我把两个推下去了。推下去。然后推在哪里？我也不知道。我觉得这边好像、哦哎，里面有鱼啦，里面有鱼。还有啊，那怪物还在。公牛杀。哎呀，前一关拿到的炸弹都不见了。哦，头晕了。哎、欸，不知道为什么、这边好像很容易头晕哎、欸。可能滑鼠可能昨天的运还没结束。对，昨天运还没结束啊。哦，有一只僵在水底、啊。对。哎、欸，为什么还死了？有一只僵尸在水底，看哪只挠。还有一只僵尸。哎、欸，这僵尸也太强了吧！水中杀人之术、欸，哎。我觉得进水里面之后比较没那么晕。我觉得是灵敏度的关系。对，灵敏度的关系。这边磁场太阴了啦。哎、欸，这里有一只怪，哎呀，靠腰，它在吐东西。我死掉了。哎、欸，被咬成碎片。看能不能叠上去上面，然后把那个锁给打掉。对啊，我猜应该是要叠上去上面。跳上去看看。直接叠上去，跳到对面去再打，这边打不过去。啊啊，这里啦，哪里？这里，哪里？是不是这里？不是啊，这边不行啊。怎么一组人呢喃啊，好恶心哦。很舒服的感觉。是这里吗？好像也不是啊。你说这边吗？哎呦，好像是哦。那再把另一个推过来，总有两个嘛，对不对？对。来，搬运工。APD 断了。他们说堵住出水口、欸，哎，怎么可能？这水那么多，这样吗？哎、欸，可以。应该吧，可以吧 ？Wait， 卡住了。妈！打掉了。来吧，开门。
把那两个推走，门站可以开。我卡住了，我卡住了。等一下，我卡住了。本来是不能开。不用了。OK OK， 来来来，上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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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突然机器人好像400多块吧。小小卡住了。哎呦哎呦哎呦。死了死了，嗯，死了死了死了，有动吗？不是吧？有电梯？不是吧？我掉下来了！哦，地震地震地震！不行啦，掉下来就回不去了。怎么我怎么到这边来了？换点了，换点了。为什么突然到这边来？这里是降落伞哦，有人在那边降落伞死掉。又换了。换的，也换太快了吧？这到几张啊？19张嘞。我们这到19张啦，应该快破了吧？哎呦，又来一个人头。有人说468张。哎呀！486，蜘蛛被卷死了，超好笑！你看它上面的蜘蛛，哎呦哎呦，不是，它后面有个按钮，它后面有个按钮，看，我们要自告奋勇上去按一下。有人愿意自告奋勇吗？打掉了吗？好，我死了。为什么不等他停呢？我不知道。啊！你也死了，我就说呗。我没死。啊，你没死啊？没事，我只摔下去而已。但是上不去啊，上不去，没有，刚好停下来的位置太尴尬了。怎么会停这种位置呢？也太会停了吧！我靠，你是这个路霸哦，这应该是路霸等级的哦。对面有一个那个打掉了，你怎么上去了？啊？哦，可以这样挤上来啊，那还好。对啊，那是对面。哦，Yes， 他们说25张啊。照现在这种速度的话，应该25张应该很快啊。我又卡了。什么？有声音？前面有东西？我下来了。什么 ？Radio shit。有什么枪哎？有了。哎呦，又来哎、欸！他很喜欢在通风管里面放那个小蜘蛛啊！哇！我靠！啊！我被碾死了！快跑！冷静！完了！加油！你们要死！快！快退啊！啊！活下来了，通通被碾光。为什么有机枪攻击我们？我活下来了，也太衰了吧！哦，感谢。哇，真的越玩越刺激，玩到后面感觉像在玩别的游戏，你知道？